这个点是下午的5:30，家里面孩子呢都回来了，家里面在煮饭，各一个。 5点多啊，我肚子好饿，我要去买点东西做饭吃。真的？直接去菜市场啊，买点菜，在这买点肉，买80匹手的肉，再买点蔬菜。现在回来了，今天的话我就先做饭了。 这个茄子炒肉。今天是这样的，粉丝给我钱了，给我女友了，我跟她给了400，然后加这1000的话是，1400匹首啊，相当于是200，200块钱人民币。 谢谢。他跟你说谢谢啊。在玩游戏啊。Always play game. Not only for the game. 现在是他妈没有钱买菜啊，然后先把钱给女友。 我都太饿了，我现在要吃饭了。把这个留给狗吃。不是咱。又是大香肠。我今天提前吃饭了。我都吃好了。 又是炸香肠，他妈饭做好了，叫你去吃饭。好了。好了，你姑姑，跟一。
Laboratory submitted na kami nila kami nila看他吃饭。那我知道好多网友的话还是看他。哎，呀，OK呢。嗯，啊，啥都没到，就只能看他吃个饭吧。 Makalimis please lang. Ba't mo patawagan? Ito ba sa..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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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What did I say? My brother's cell phone, you don't know where. I'm finished. You sure so far? What did you say? Online post. Hello, hi. Ah, 哟，差点忘了这只狗啊！他妈的喂狗啊，现在等了好久啊。其实狗狗每天都有人打赏它。好了，本期节目就到这里吧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